Religious persecution is growing in both scope and scale in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n there's China, which is in a league of its own when it comes to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ver the past year, as the chairman said a moment ag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tensified its most severe crackdown on all religious faith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human rights activist, I consider the denial of religious freedom in China, including the persecution of members of the Church of Almighty God, and the denial of othe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s paramount problems in the world today.2018年初，中共全面实行新宗教事务条例，为习近平的宗教中国化披上合法外衣，并将国家宗教事务局纳入中央统战部，加大对宗教的管控和打压力度，更加赤裸地暴露出中共企图彻底取缔宗教信仰、消灭一切宗教的邪恶目的。中共将镇压迫害宗教信仰上升为一场政治运动，导致中国的宗教信仰状况全面恶化，上百万新疆穆斯林被关进再教育集中营，大量教堂、清真寺、佛寺、道观等宗教场所被强拆，家庭教会的一切信仰活动被取缔，大批基督徒遭到抓捕判刑，有的还被打残致死。就连三字教堂也被强制要求悬挂毛泽东、习近平画像，信徒被要求唱国歌、升国旗。在所有受迫害宗教团体中，全能神教会遭受中共迫害最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少有11000多名基督徒因参加信仰活动遭到抓捕，其中至少20人被迫害致死。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8人权国别报告中提到，维吾尔人、法轮功、全能神教会在中国遭受系统性酷刑。那么在这一年，全能神教会到底遭受了中共怎样残酷的迫害？本期专题节目带您一起了解事实真相。全能神教会是因末世重归的主耶稣、全能神的显现做工产生的。自1991年成立以来，一直遭受中共政府的疯狂镇压和严重迫害。1995年，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全能神教会与呼喊派、全范围教会等多个基督教家庭教会列入邪教名单，残酷镇压迫害。随之，中共政府对全能神教会的打压迫害不断升级。据不完全统计，仅2011年至2017年底，至少40万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遭到中共当局抓捕。教会建立至今，有据可查被迫害致死的至少105人。全能神教会之所以遭到中共如此残酷的迫害，是因全能神显现做工以来发表了数百万字的话语，揭开了圣经中的许多奥秘，发表了洁净拯救人类的一切真理，使人对神的做工、神的性情有了真实的认识，使人的败坏性情得洁净，达到蒙神拯救。所以考察接受全能神做工的人越来越多，教会发展迅速，这就引起了中共的极度恐慌与仇恨。下面我们将从五方面概述2018年中共镇压迫害全能神教会的罪恶事实。2018年，中共当局在全国各省开展打击全能神教会的专项行动。据人民网报道，2月8日，海南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开展6个专项打击行动，其中包括打击处置全能神教会的专项行动。6月1日，江西省民族宗教事务局下发开展百日会战专项整治行动的文件，要求查清并彻底摧毁全能神教会。9月，山东省招远市也开展百日会战行动，要求重点打击全能神教会，计划于11月底
抓捕全市80%的全能神教会带领。此外，江苏、河南、辽宁、浙江、山西等各省也都发布了落实打击取缔全能神教会专项行动的红头文件，要求以全能神教会为主要摸排对象，兼顾其他组织，以抓捕带领、搜刮教会资金为重点，确保实现境内基本摧毁、境外控制削弱的目标。中共各级政府为落实习近平指示，在全国范围统一摸底排查全能神教会人员。以河南省为例，为了全面摸清全能神教会情况，当局在下发的文件中要求全面梳理数据库中现有在册人员，梳理历史档案资料，发现漏灯的人员线索，逐人建档立卡，充分发动群众，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群众检举揭发等等。为了全面排查缉毒图，中共不仅利用斥资千亿打造的天网工程，对各大中小城市的街道、机场、车站等公共场所和私人领域实施监控，还推动雪亮工程，在村口巷尾安装监控器，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监控力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监控，对居民实施网格化管理，设立网格员，配合警察上门逐一登记民众信仰情况，每天在楼内巡逻，挨家走访，记录与居民谈话内容，查身份证，查出租房，发动小区物业人员、退休老人、收废品人员、三次教堂信徒、学校师生等，全面有奖举报缉毒图，对电动车、摩托车、电子产品统一安装监控器，跟踪监视缉毒图，要求各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以及各单位职工、普通民众等都填写信仰调查表，掌握民众信仰情况，严格排查限制出境人员情况，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没收护照、吊销签证等等。中共的大肆搜查、长期监控和骚扰，致使许多基督徒被抓捕，大量基督徒被迫离家逃亡，隐私权、生存权等被剥夺。中共的监控无孔不入，遍布全国。我们采访了来自新疆的两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现在有的弟兄姊妹教会生活都停止了。比如我要是去另外一个小区的弟兄姊妹家，我就要刷他们的门禁卡。如果我不刷门禁卡，我就只能刷脸。如果我去弟兄姊妹家去的多了，那我这个人就是他们所排查的对象。我们走在大街上，我们的一举一动就被那个高空摄像头查得一清二楚，交通要道和十字路口都设有警务室，不到100米都有电子眼，随处可见的那种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回巡逻。但是警察他们还随时随地在路边就是那种设卡拦下路人，他拦路人主要目的就是想查看你的手机，看你手机里头有没有那种就是宗教信仰信息，如果一旦查到你手机里面有那种宗教信息的话，他就会当时把你给抓捕，关到那个教育转化中心。据我所知，我身边就有38个弟兄姊妹现在在新疆的教育转化中心里被关押。最近这些年当中，中共想方设法的借助各种办法没收基督徒的护照，打着就是给全民办理第三代身份证的旗号，为全民体检的旗号，就是诱骗所有的不明事项的一个普通的百姓，让我们强行给对我们做了 DNA、 食指指纹、眼睛虹膜、人像采集。我一个警察的朋友的妻子在聊天当中，他说的你以为中共是在给你办第三代身份证吗？你把中共想得太好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获取所有普通老百姓的信息，伺机抓捕信审的。在做人像采集的那段时间里，也因着工作忙也抽不开身，社区的工作人员就多次打电话胁迫我，让我在他们规定的最后的时间里去做体检。若不检查，我的银行卡、我的身份证、我的手机卡都不能正常使用。就连我
坐飞机买火车票的权利也被他们剥夺了。假如他说你要不来过来协助我们做检查的话，你的征信也将会被拉黑。在中共的诱骗强迫之下，2018年我身边的就有20多位弟兄姊妹在做人像采集时被中共警察非法抓捕。电子监控、面部识别、 DNA 采集、 GPS 等高科技的监控技术，再加上岗哨巡逻以及发动群众有奖举报，中共为了抓捕基督徒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令人防不胜防。中共在大规模排查搜集掌握了部分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情况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抓捕。据粗略估计，仅2018年，中共在全国各省市发动了至少几千次大大小小的抓捕行动。2018年4月，江苏省某地公安部门下发机密文件，当地政府根据省公安厅统一部署专项行动，出动国保、技侦、网安、经侦、治安、出入境、通信等多达16个警种和部门，联合镇压全能神教会，并要求各相关单位主要领导对专项行动高度重视，亲自过问，全程参战。各部门之间要共享情报、数据等资源，打合成仗、情报仗、科技仗。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江苏省至少1984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抓捕，抓捕人数位居全国之首。6月26日，辽宁省当局开展雷霆行动，出动公安、刑警、武警、特警等各警种，命令各警种异地互换，签署保密协议，抓捕时实行5个部分，不分白天黑夜，接到任务随时就抓，不分妇孺老幼，只要是信神的见人就抓，不分场合地点，确定目标马上就抓，不分在不在抓捕名单内，只要发现基督徒有亲戚朋友也信神，一律全抓，不分身体好坏，就算疾病发作抢救过来也得抓，就是卧病在床也得强行拖走。雷霆行动实施后，短短3天时间，该省就至少有700名基督徒被抓捕，2人被迫害致死。9月11日，浙江省公安厅指挥开展专项行动，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绍兴等地统一部署实行。以杭州市桐庐县为例，该县的行动代号为1825特别专案行动，由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周扬亲自指挥，分10个抓捕小组，砸门、撬门、翻墙闯入基督徒家抄家，造成30多名基督徒惨遭抓捕，连不信的家人邻居都有殃及。短短1天时间内，全省至少521名基督徒遭抓捕，上千万教会钱财被掠夺。基督徒刘兰英就在这次行动中被抓，6天后死于中共开设的洗脑班，此时身上有大面积伤痕。10月26日、11月30日，青海省实施专项打击行动。据中共官方报道，此次行动警方经过长达8个月的监控，调动各警种警力1500余人，抓捕至少49名基督徒，掳掠教会钱财至少24万元。此外，江西、山西、四川、安徽、黑龙江等省份也都发起了专项打击行动。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至少23567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遭警察上门骚扰或直接抓捕迫害，其中至少11111人被抓捕，6757人被拘留，685人遭酷刑或洗脑，392人被判刑，8人被重判10年以上。其中，山东省上层带领包曙光被判刑13年，至少20名基督徒被迫害致死。其中，抓捕人数最多的为江苏省，之后依次为河南省、浙江省、辽宁省、山东省。其他各省份被抓数字，较2017年相比也均呈上升趋势。2018年成为继2012年以来受迫害最严重的一年。因迫害严重，大部分数据根本无法统计。以上数据仅是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受中共迫害的一小部分。
中共除了对基督徒抓捕、酷刑折磨、施行肉体上消灭外，还施以精神上搞垮，对基督徒进行强制洗脑转化。2018年，中共多次下发红头文件，实施教育转化与精准打击一体化等政策，企图利用洗脑迫使基督徒放弃信仰。中共当局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设立了不同形式的洗脑转化中心，包括各种新建的度假山庄、酒店、宾馆、学习班等。在这些被外界称为黑监狱的洗脑中心里，基督徒被24小时监视控制，并被强行灌输无神论、进化论等思想，观看爱国爱党教育影片等。中共还利用退休干部、宗教专家、心理医生等给基督徒做思想转化工作，强迫基督徒写不信神的悔过书、决裂书、保证书。对坚守信仰、不接受洗脑转化的基督徒，采取刑讯逼供、酷刑折磨、判刑坐监，甚至法外处决。例如，在727山西省临汾市大抓捕中，至少有70余名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关到长治市神农生态园，遭强制暴力洗脑，他们的年龄在17岁至70岁之间。许多基督徒因不接受洗脑转化，遭到不同程度的酷刑折磨，如电击、殴打、浇凉水、棍抽、蹲马步等。虽有28名基督徒暂时获释，但政府仍继续监视，要求他们手机24小时开机，定期到公安机关报到，还强迫他们加入官方监控的微信群，每天必须在线聊天交代行踪。在浙江省911大抓捕中，大量基督徒被抓后遭中共当局强制洗脑。据悉，金华市雅凯宾馆、金华市乐天酒店、台州市天茂宾馆、瑞安市五洲宾馆、绍兴市瑞和度假村等地都是中共开设的秘密洗脑转化基地。基督徒刘兰英就是这次统一抓捕行动的受害者。9月27日，刘兰英被警察关押在五洲宾馆秘密审讯洗脑转化，因不放弃信仰被迫害致死。中共强行给基督徒洗脑，就是为了迫使基督徒否认神、背叛神，让人都信共产党、都跟共产党走，企图达到从根源上取缔基督教信仰的卑鄙目的。2018年，在中共开设的教育转化中心等法外审讯机构，仅有据可查的就至少有7名基督徒被迫害致死，全年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基督徒至少有20人。下面列举2名基督徒被迫害致死的事实案例。广东省基督徒郑坤长因信全能神，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服刑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肛肠疾病，但狱方对此置之不理。后来见他病情恶化，未经家人同意便私自给他动手术。术后他生命垂危，昏迷不醒，狱方仍拒绝给其办理保外就医，直到2017年5月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才被保释，但那时他已奄奄一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郑坤长于2018年4月20日不治身亡。这些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基督徒，仅仅因信全能神就被中共残忍杀害，他们的生命权被不同形式的剥夺，有的在服刑期间患病，被有意拖延治疗导致病重身亡，有的因中共警察常年的监视骚扰追捕，走投无路自尽身亡等等。2018年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基督徒至少有20人。对于全能神教会受中共残酷迫害的状况，欧洲议会议员托马斯·德克斯基在一次圆桌会议上表示，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在中国的处境比维吾尔族穆斯林更糟糕。
Do you think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Church of Almighty God is any worse than, for instance, the Uyghur Muslims? Absolutely, because I think they are the biggest enemy of the regime. An enemy is every time control this organization and really stalk all the people from this community. Also, they are in horrible situation. I met some of them and they explained me how was it horrible in prison and how was it really, how many people are still in prison or in some labor camps. Also, it's absolutely amazing situation and nobody can imagine how horrible the situation they are. 中共不仅疯狂抓捕迫害境内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就连逃亡到海外的基督徒也不放过。为打击取缔境外全能神教会，中共不仅利用经济、外交等手段向各民主国家政府施压，还利用特务在海外编造大量谣言谎话。有的特务甚至打着家庭教会、宗教牧师的旗号，到处抹黑攻击全能神教会，拦阻各国政府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难民的承认和保护。与此同时，中共还胁迫基督徒在中国的家属多次到海外寻亲，制造虚假示威，诬陷逃亡基督徒是假难民，企图迷惑、欺骗海外民主国家政府，迫使各国政府拒绝基督徒的政治庇护申请，以达到其把基督徒引渡回国，实现境外控制削弱全能神教会的卑鄙目的。早在2016年、2017年，中共就指使在韩基督徒的中国家属来韩国举行示威。2018年8月，中共又故技重施，以剥夺个人财产、子女教育资格等手段，胁迫11名逃亡韩国基督徒的中国家属来到韩国。8月31日至9月4日，韩国亲共人士吴明玉组织这些基督徒家属，分别在韩国济州出入境管理处、首尔温水全能神教会、总统府青瓦台等地举行示威，诬陷全能神教会逃亡基督徒是假难民，企图以此煽动、制造舆论，迫使韩国政府遣返受迫害基督徒。中共在幕后策划示威闹剧的秘密文件，早在示威之前就被西方媒体韩东曝光。奥地利记者兼欧洲宗教自由论坛秘书长彼得·佐伊尔也全程记录了此次虚假示威事件的全过程，并对基督徒进行了采访。She also told me that the government sponsored their trip to South Korea and warned me that if I didn't go back with my sister, I would be in trouble. My mom didn't dare to tell me specific things on the phone. 东方之光此前也对这次虚假示威事件的当事人、韩国全能神教会基督徒单纯和正道进行了专访。见面的时候只有外事警察在场，我就问我哥，哥，你们这些人都是来自不同的省市，互相都不认识，是谁给你们安排到一起的？又是谁安排你们同一天来到韩国的？哥，你是不是受到了中共的胁迫？他怎么说？我哥几次都绕开这个话题，不回答我，一直说话就是吞吞吐吐。最后，我哥说：“我不要求你回国，只要你在这儿生活得好就行。”这才是他哥的心里话呀。是啊，我哥是被逼无奈，被中共胁迫才来韩国示威的。凡是因为受迫害逃亡到海外的人，中共就认为这是犯了叛国投敌罪。如果谁揭露了中共迫害宗教信仰的犯罪事实，中共就认为这是在泄露国家机密。所以他们就想把这些逃亡到海外的人都给扣上罪名才去引渡，这是中共一贯的政策。此外，中共当局大力侦查境外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信息，抓捕回国基督徒，企图打探获取海外全能神教会情况。2018年5月至9月，有5名从海外返回中国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被中共抓捕，下落不明，还有的基督徒被胁迫再次回到海外全能神教会充当卧底。中共当局还通过出口国产电子产品监控外国公民，以窃取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信息。2018年9月，
印度一名正在考察全能神教会的青年基督徒阿纳夫，因在 WhatsApp 上联系香港一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下载全能神教会 APP， 被自称为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局的人用四个不同的 WhatsApp 账号骚扰。该工作人员提出以$2,500交换香港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姓名和地址，被阿纳夫拒绝。该工作人员扬言未来港澳台地区的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都会遭到中共警察抓捕。中共疯狂镇压、残酷迫害宗教信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共信奉马列主义无神论。共产党的创始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说道，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中共政府下发的文件中也公然宣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要坚定地同宗教做斗争，促进宗教逐步削弱直到消亡。这就是中共残酷镇压迫害宗教信仰的根据。自1991年全能神教会产生以后，中共最仇恨的就是发表真理的基督和跟随基督的人，对全能神教会不但采取疯狂镇压迫害，还制造大量舆论抹黑诋毁，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采取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等恐怖主义灭绝政策，严重的侵犯剥夺基督徒的信仰自由权、生存权等基本人权。但随着中共迫害全能神教会的事实罪证不断被海外媒体曝光，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人权组织、媒体记者等等开始关注全能神教会受迫害状况，谴责中共严重迫害宗教信仰、侵犯人权的行为。2019年，中共对全能神教会的镇压迫害仍在继续。截至4月中旬，已有50名基督徒被判刑，有的已经被酷刑折磨致死。中国大陆境内数百万全能神教会基督徒的生存状况举步维艰，逃亡到海外的基督徒也遭到中共的围追堵截，随时面临被中共强迫引渡回国的危险。中共残酷迫害宗教信仰，严重侵犯践踏人权，其罪恶行径神人共愤，令人发指。上帝让他亡，必先让他狂。中共倒行逆施，逆天而行，完全将其与神为敌的邪恶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待他的将是神公义的惩罚。好的，本期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